所以我说那个签名了，没关系，这是花花要问的问题。问就是上次签完没有再签。对啦，我一直在找时间签啊，每次好像包包那个周表下面你们有没有看到，等一下我们再过去。那个周表下面你们有没有看到，有时候我好像包包都在写说我要来签，我要来签名，我要来签名，没有一次签的，我真的。总有一天我会去今天没签名的心情。对啦，我就等一下我就唱我自己原创歌，然后我都完全就是不完全不唱他正常歌词，就一直唱他没有签名。要相信自己，我一定会签到啊。对，原创我的原创可以啦。好可怕，今天没签名的心情，要相信自己，我一定会来得及签完，如果来不及你们就继续等下去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怎么办？我好像有画伴奏，我好像有把之前有把伴奏下载下来，有欸。我有下载伴奏欸，酷哦。提示好像出货变慢了，所以你们要等到八月。如果今天没签名的心情，要什么时候我才会想要签名？没有哪一天，每天都想要偷懒，我被偷懒给判定是最会偷懒的等待，被谁独促？就是故意卡在这边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才没有那么轻易让你们听到原创曲的那个首次的直播，好歹应该要在一场正式的歌会出现吧。